林经理，有个客户他自带点阵，然后让我们帮他换，这样行不行？我去看一下。老板，车是什么问题啊？帮我换条减震轮。换减震是吗？嗯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拿看一下。你看这个减震是什么问题啊？我那条减震漏油了，你帮我换一条上去就得了。老板，你个减震看起来质量不怎么样，我买了多少钱呢？100块。100多块钱是吧？这个减震换上去可能都没有你原车那个好。我现在试给你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来试一下，没有任何的缓冲，就让我们一压就到底了，看到没有？一压一秒钟马上到底，现在我们又拿了一条延长了，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它的缓冲作用。那压很多秒才下去，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两条减震的弹性。你看这个一压就下去了，这个很难压下去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两条避震的回弹的速度，我们放手。那这个已经弹到顶了，这个还在慢慢弹上来。所以说这种抓力的话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。那这种多少钱啊？这种我们这种延长的话是650块钱。这么贵啊？有没有便宜点的？这个还有一种比没有质量没有这个那么好，但是比你这个好一点的，那种的话就是380块钱。你看一下是装你这条的还是装延长？那你还是装我那条进去吧。行，那我就叫他们装你这条进去得了。